the sky above.我们现在 on set， 有这是我们客户的要求，然后。Send me your location, let's focus on communicating, cause I just need the time and place to come through. Send me your location, let's ride the vibration. Hurry up, the last one, let's go. That's it? Yeah! So yesterday I got here at 8:16, left at 2. Today I got at 8:37, left at 5:21. So let them know. How many hours? I don't know. Do the math. Y'all should be able to do better math than us. Are we done? Cool. Yeah. Yeah, let's wrap. Yeah. This is your gum? No, Zelly. Is your gum? Yeah, that's my gum. Probably have like 5 more later on somewhere. Oh my.我以前没有特别爱喝水，后来就是买这种大瓶子，强迫自己喝。前一天晚上会把这个水装满，第二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看到这个水瓶就先把它喝了，喝完之后剩下的事情就剩下再说。然后特意买的这种大瓶口，因为就会潜在的强迫自己喝更多一点，小口的喝很累，就很容易停下来。You know? 饿了，不想，就是很。戴墨镜感觉讲话很不真诚，我感觉是不是真的上年纪了，好奇怪。我现在开车可以不用听歌，脑子就一直有事情去想。我们现在搞了一个房子，因为不是公寓嘛，然后就有好多事情要做，比如说它安保系统要装摄像头啊，然后但是想要趁我们搬进去之前就把这些东西能搞好的都搞好。好在我是给自己上班，所以我比较可以安排一些时间来去做一些事情。真的，如果你去到一个新的城市，就不只是中国美国问题，不是在那个城市长大的，然后你的家人不在那，好多事情都得自己搞，好麻烦。因为我还挺多朋友都还在厦门的，他们家人也在厦门。就如果你是在外地上大学，或者说不在自己的家乡工作生活打拼的话，其实还是我操，我能理解到，我出国这么多年，现在真的渐渐理解到，家人在身边真的是一件可以给你省很多时间，而且省很多钱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频道的赞助商特斯拉。Hello， yo， so I'm like 2x away.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就是我现在一边要拍东西，一边要接电话。那特斯拉的话，它就可以自己开。这样的话就很轻松，没有开玩笑，不可能。我倒是很希望可以接到特斯拉的赞助商。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我发现了哇，科技改变生活，我需要有三头六臂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我在被运输从 A 点到 B 点的时候，我不用这样。我是真的很喜欢科技的东西，我觉得任何这样可以解放你双手，让你去做更多的事情，真的这个效率非常非常高，太高了，难怪这些科技公司赚那么多钱呢。这应该的。A little cabinet here. 刚刚那个做园林的过来看了一下，理论上来说，我应该是多找几家给我做一个报价的。我朋友给我介绍，他们说是会偏贵一点，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做得好的话，我宁愿多花点钱，然后 do it right than do it cheap, you know? 但我不是说就是便宜的就是不好的，但是。就关于房子这种东西，好多事情，特别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去花很多时间花很多精力去做，有些像简单的换个锁呀这种事情我都可以搞。关于什么电啊、下水道啊，然后或者室外排水啊，这些我心有余力不足。如果我要是天天在家没事干的话，我可以去做这些东西。我现在要把这个锁
因为这个是之前卖家的锁，因为它有两个锁，这一个锁，这一个锁，我把这个锁也换了。之前租房子的时候都会有换锁的习惯，所以这个应该对于我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希望如此。理论上来讲，如果你搬新家的话，它这些锁如果比较先进点的话，你可以直接用某一种方式可以让它适配成另外一种钥匙，但是那个要叫专门锁匠过来搞，他们这种东西叫 rekey， 就重新钥匙一下，大概好像一个也就十几二十块钱，这个30块35，现在就让我觉得我到底要不要换这玩意儿。Good morning, Melissa. How can I help you? Hi, I was wondering. 45 for the service call to get the technician out to you. In addition. Okay, 网上的信息是错误的。家装的店里面是可以直接买到这种叫 rekey kit， 就是可以直接帮你换锁的工具。理论上来说也不是很难，只是我真的不想再花的时间去学这玩意。50块钱出来看一次，然后一个锁20，那就他妈一个价格嘛，我自己换算了。哎呀，干，真麻烦。网上说有一种让自己非常不舒服的方式，就是自己一个人去活动。我们公寓的大堂他们有办那种，就是怎么说 happy hours， 就搞点吃的让大家过来社交一下。我现在光想自己一个人去跟别人讲话就好变态，大家都是一对两对三对或者就是认识的，说不定可以认识些什么人呢。 Later。任务非常失败，没有一个像我一样这么 fucking weird 的人自己一个人去，全部都是三三两两一块去，结果就是我就拿了一瓶0度可乐回来。我们有两个东西要买 ，OK， 一个是割草机，还有一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水管，可以把，Hello。我就把他的热的，我就后面先不关了，因为很近，主要那个东西实在是太重了，然后我一个人是我能拖，但是掉是不应该不会掉出去，因为它主要的重量都在里面。这狗该剪头发了，不然它现在就是夏天了，感觉很容易热，也不知道是老了还是就是头发太多了，这周就给你剪一个啊！我现在要跟我一个朋友去跑步，我们现在从5公里开始，现在应该是第三周了，我们上周没有跑，我有2周没有跑，现在我现在还挺紧张，今天应该是跑4迈，大概是6.5公里左右。跑前今天有没有什么计划小目标？4迈我不停歇，有人停歇我可以，我的脚绝对不可以停断，不停断。你有什么计划？今天是计划两麦，行，4公里大概多少？3迈，2点几吧。那计划就是一口气跑下来就可以了，一口气跑下来4迈是吗？对，要多远？冲一冲。其实我们上次跑了3迈之后，应该我觉得应该还好，现在应该适应了。Oh my god！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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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啊，0.7要死了，真的。咱要死了，当时。我还行啊，说真的，我今天。你今天真的超屌。你今天还能倒着跑。还变速，我操！当时我超慌的。我感觉可能跟天气有关，我好像我在就是温度比较低的时候表现比较好。